主席，兒童呢，就是我們社會的未來，社會的發展成功啊，還是失敗，那就看我們今天如何去培養，如何去支援，給多少心思和心血在今天的小朋友身上，就會起著關鍵的作用。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做過兒童，當我們是兒童的時候，基本上只要有得玩、有得上學、有三餐吃得飽，其實我們對於人生不會想得太多，基本上都會開心，最重要就是有個父母家庭愛我們。但是當小朋友慢慢長大的時候，特別是一些基層的小朋友長大的時候，他們開始發現原來社會是的競爭非常之大的，他們要面對入大學，面對將來自己居住的問題，才發覺原來是路途是艱辛而遙遠的。早幾天我才在報紙看到有位青年人想入大學不夠錢，好努力地做事，幾年後儲夠錢了，但點知大學又不收他，最後他就了決了他自己生命。我看到這則新聞我很心酸啊。這幾年其實社會上不少青少年對社會聚集了很大的怨氣，有些年青人讀書沒有錢，結了婚租不起樓，兩夫婦逼逼劫劫住一層劏房仔，住一間劏房仔。最慘就有些年青病患者亦都覺得感覺到社會遺棄了他們，對前景根本是沒有盼望。這些除了重重打擊這些年青人對未來發展的個人信心和自信心之外，其實亦都是正正地影響著我們社會的未來的發展。今日政府說很關心青年人，這些撲火呢，其實已經只是為已經燃燒了的燎原作最緊急的拯救，防火呢才是最根本的做法。既然我們已經看到今天青年人面對這麼多困境了，那為什麼我們不會及早準備，避免新一代的未來一代的繼續重蹈我們今天這一代的覆轍呢？我們可以看到，當一個家庭有小朋友出世，家長就會為小朋友作定一定的打算，有些家長甚至會為小朋友做好他一生計劃，去哪裡讀書，將來他會發展什麼事業，甚至有些家長更會為小朋友買定儲蓄保險，以支付他日後可能面對的教育費，甚至買樓的首期。香港作為一個大家庭，政府就是這個大家庭的父母，每一位市民呢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子女，所以身為父母官的政府是有責任為每一個香港的小朋友、青年人的將來做好計劃，否則我們怎樣可以鼓勵婦女生育呢？我們怎樣可以為新一代燃點希望呢？我最近經常有跟朋友說，亦得到很多朋友認同，我說政府應該成立一個嬰兒儲蓄基金，世界各地現在都有類似這些嬰兒儲蓄基金或者兒童基金的存在，所以嬰兒基金這些東西不是一個新事物，還念政府儲備現在亦都挺豐裕，而這個儲備亦都是正正為了我們的未來，為了下一代的作打算，甚至是人口老化的問題，
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未来的青年要负担这个社会责任是很重的。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就现在要考虑尽快去制定这些基金，或者为我们下一代作好储蓄的打算呢？主席，我们国家领导人曾经讲过，每人都有个梦，中国领导的梦呢，就希望每一个中国人能够过好小康的生活。今日我都有个梦，我希望香港政府能够有一日真的要为我们新一代成立一些储蓄基金。我相信香港下一代的贫富悬殊一定可以收窄，隔代贫穷的问题一定可以减少，我们亦都可以为我新的一代带来一个梦，一个希望。我今天都收到一本书，这里有位姓关的小朋友，他说追求梦想并非富者专利，有梦想就要坚持下去，年轻人需要的就是一个梦想。前日政制事务委员会就相关议题召开了听证会，当中不少团体反映了现在基层的小朋友备受忽视，其实你听到都很心痛的。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多听听市民和团体的声音，了解一下他们的处境，真正为他们未来的福祉着想。我们明白要成立一个儿童事务委员会需要一段时间，亦都有很多要考虑，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在未成立儿童事务委员会之前，能够尽快投放多些资源在家庭议会，专注为儿童事务，为儿童的一生做好筹划。所以今次由张超雄议员提出的议案，设立儿童事务委员会的建议，我们民建联是支持的。多谢主席。